伊来做红烧，这真正行情外口食到三五啊二，五啊二加五啊二偌济？先开四十。全部啦，这种油肉都有三十八，吼，汤加肉安尼尔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，两鼎加上个新鸡精啊，无好食过会当其他另外啊，四百咯。来四百块，上面食牛肉咯，四百块咯。来四百块，上面食牛肉咯，四百块。大家。来四百块，上面食牛肉咯，这汤加来做红烧啦，这干来肉尔，拢三十八。99.9%拢是包，干啦，唔好买过，要买一包当试食看卖200咯。有人要试食看卖无？200块试吃。有啊吼，啊，姐你帮我收掉。唔免啦，啊，拄仔上讲要布料厂诶。对嘛，你若这布料厂是偌贵诶？咸鱼有我无？姐你咸鱼帮我揢落去。你看人要食啥？听好啊！干贝鲍鱼风味鱼翅羹，你等下用我小食咧，若无干贝退钱。这一鼎两斤煮好420，四啊二加四啊二偌济？两鼎总起开500就好啦。来500块上面吃。干贝鱼翅羹啊，500块落来，500块啦。我搁降一下予你，啊恁钱起啊紧。你等下我搁讲一摆，煮落若无干贝退钱。两鼎一鼎两斤，两鼎四斤，五个鼎一只人加两鼎，上千加钱的生意，绝对无搁卖这个价啊！300了，来300块了，干贝鲍鱼翅羹啊，300块，今天吃啥？三百只。今天热天有恁送者啊，300块，来300到恁只，5秒，4秒，哎呀，来300到恁只，300，我你免搁考虑啊，你食无干贝，搁当退钱啊？我两个啊。最后一个300上面也无啊。多少钱啊？好啊。最后一个我请啊。这地有人知道什么无？这地，这地叫挪威青鱼片，是要吃免300，免几啊块？200上面吃挪威青鱼200块，有人要吃无？咸鱼啊？这一地卖你200，两地卖200，三地卖200，四地你也买袂到，这地够你5地，一个人家装包200块咯。三家，挪威青鱼够人要吃无？这一地卖你30-40块，真正免考虑啊，三地啊你啊，四地啊，5地啊，200块要吃无？200块。挪威青鱼200块要吃无？挪威的青鱼，有啊，来，是啊，我讲对讲。恁敢有要搁食鲑鱼甲鳕鱼无？鲑鱼、鳕鱼，敢有要吃？来，来，无蛤蟆甲袂买啊，大哥你帮你放下。哎，恁要吃蛤蟆无？是啊，我开放。在。啊，有得啦，这恁袂买啊，这卖三顿啦，蛤蟆要吃无？哦，就是这波你缺重呀，先给钱的先呀，100了，100块呀，100块，帮我按追踪，要两个人，那边帮我设定成对，100了，我还用不着变较轻啊，100块要吃蛤蟆的无？麻烦大家动动手，100块要吃蛤蟆的无？100块，蛤蟆、猪胆龟、炒菜龟拢会动，100块俩，大家。100块再去置顶留言那个，谢小姐，请把上面写。去就是植物妹妹的。来一顶啊，好不？再全部一把上面。无啊。你那些我以后考风考学被哪里玩？他说到那个帮我去取了。到那个去取。阿姐，好啊，上阿姨啊。阿姨，你莫，你蛤蟆下底才过送你啊！你有货啊？才送你，你加食看。袂啦，莫安尼讲。这阿姨，恁家应该无人比遐济货啊吧？送你。过来，恁要买啥物？唐扬鸡。唐扬鸡袂了，我来介绍另外一项，好不？唐扬鸡做啥就袂了，这袂输唐扬鸡哦。这叫椒盐鸡肉脯，这一包一公斤，一公斤装的，摸，挂什么没落？你遐遐卖，遐拢乱糟糟卖落。
你要食唐阳迄个胶原鸡卵骨的人，加一包一公斤，外口煎到五六百块，人到蛋炒来煎搁较好食。上先加钱先个啊，两百了。来胶原鸡卵骨上，请会员帮帮忙一个老的。好钱啊！阿叔，给我包啊！来听。我给白你用。钱哪样？钱未钱哪样？所以三百块了。两百块，人要吃哦，胶原鸡卵骨头前搁钱。好钱啊！钱要收钱。阿叔，两百块，人要吃哦，最后三包。来边啊！最后两包无啊，三包钱，最后一包无啊，两百块俩。一包你就少了，来，谢谢，两包啦。两包，两包，最后一包两包，上面只无啊。大家再一包无啊。嘿，综合表那表五百块，无人要吃三百块尔呢。一个表给我介绍一下。这表三百块，无人要吃，我实在真正怕死了，唔相信。这只皮酸呢，这咪鱿鱼呢，这冰迄、那个迄玻璃内的鳕鱼呢，只一斤呢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姐，你叫用，你叫用。大哥，你下楼啊，你下楼啊，我叫人过啊。冇紧啦，我提一箱。冇紧啦。来，八百一只。只一斤就三二啊，我卖你三百尔，你甲我买三百，我搁送你一块排骨啦，搁送你一块披萨啦，搁送你一包沙巴鱼皮啦，搁送你一包糖醋排骨啦，搁送你一只鲍鱼做恁盘啦，一包上贵啊，内底有十二块花雕鸡肉，这吃了汤头会干啊。一盘拢互你，一个人家闯去三百块了，三百块。好，三百块怎么吃？来，走。我这三百块可能我管多。三百块我招一个。三百块我再招一个，三百块，包鱼捞一条。三百块我招一个人家，怎么吃？三百块。阿公真的多点只龙，我袂晓看鱼啊。三百块招一个人家，三百块了啊！三百块上无买，综合表三百块上面只三百。三，你报告 OK 了，真正生气啊！生气啊！生气啊！我挡袂住。阿怎甲咱烹调迄个啥？这两盘果你食会完无？两盘拢去啊！三百好啦！你啊真正真袂起，我唔相信啊！你要偌济拢无要紧啦。三百块，刚才这就卖三百，这全部免钱啊！爽好啊，做生意就是安尼，欢喜就好啊。做阵安尼，我就袂晓做生意。做阵也乱，我就袂晓做生意啊。来包过来，来赚着，你赚着，你哪里赚着？来，做阵做阵好整理你个。来，这也无我卖了，我唔是炸鸡啊，我是全部卖了了啊。来，这白虾，贵啊，满满满。一包一公斤啊，只啊一公斤啊，扣掉伊阿爸挂只包边啊，啊八百加到金盘，唔免一千八百，三百了，来三百块，白大几盘拢来，白大春节我招三个人家，来盘我 OK 了，我恁查这一盘到底几斤，我恁看，这一盘两斤啊，那这细地一斤卖讲三百几，一斤也准八百，这两斤嘛要三百六。三个，你加上个，烧一挂盐，烧一挂盐，就坐了吃一只，一家吃你就调个，两百块好啦，两百块拢我起个啦，来最后两个人加两百块，这两个呀，我这边两个呀，好啊，那我最好做生意，那无做恁只龙凤庙做生意，突然讲我，你唔好讲话，我开始要吹哦，开始要吹哦，来，我先卖一下这，一个拢抓到好。安尼规个桌顶清油，我就做好卖啊。桌顶啊乱，我就袂晓卖啊。来，迄箱先给我，边啊。这箱我先卖卖。站起来。这箱给我，我先给恁全部人家叮当下，即卖人有遐济啊。人有遐济，我先给恁叮当。你若在伫现场有甲我买着这还袂走的手拿起来，有买着这包啊？有人有买着这包无走的无？来。一人给两包，当然我来讲五百开四百，唔免啦。你是咪存只？三百块上面只三百块，新加钱的这包我还袂阁送互你只。大雷哦，大雷哦，感谢哦，感谢支持，这包过来，阿咧四包装起，三百了，三百块收钱，三百块上面只，四块放三百块上面只三百块，这三包你又买袂着啊？这包过来四包，三百块上面只四块放，来边啊，退兵只只。瑞祥，你还不来？拜五楼啊，买两包食看嘛，一百五啦，试试看看啦，拜五楼，一百五楼啊，拜五楼，拜五楼，拜五楼，一百五，拜五，拜五，几钱嘛？
切肉块做起来。我是我是抓虾的。哦。谢谢谢谢老爷，那种老爷谢谢。来，我先来介绍一个物件。啊，这我先来介绍出来。手着个台啊，我先一步一步来介绍。等下我还阁摕箱仔互恁拿哦，箱仔向欠到坐去啊。来，有人捌伫我遮买过这无？这叫鸡腿卷，帮我寄回去。这鸡腿卷都用煎的就好啊，唔免钱啊，用煎的就好啊。这用鸡腿肉包鸡皮，唔免300，唔免200，200怎么吃鸡腿讲的？我3条哩，我4条哩，我5条，这2条搁送你鸡腿卷，200块怎么吃？200人要吃鸡腿讲的无？200块，扛起。这3条我卖袂啦，一个人给10条的鸡腿卷当去煎这个啦，200块好不好？来200块怎么吃啦？2条哩啦，4条哩啦，5条啊，这7条鸡腿起码全台湾拢记叫我不好笑呀。对一斤就同款啦，我当安尼讲，全台湾对一斤拢同款啦。这3只过来啊，鸡腿卷当去煎这个配方，200块好不好？来200块，够要吃鸡腿卷的无？200够人要吃无？到人要100块试吃看卖无？100块，你进前你都唔捌买过，你到买100块捧场试吃看卖啊无？你啊三个啊？三个啊！你收钱啊？进前你唔捌买过，来买110看卖啊？100块人要来无？100块？来，四个，五个。安怎？100块人要吃看卖无？100块。进前你都唔捌买过，你买110看卖。相信我一届100块用真个就做好食啊！100块要吃无？来，你收着。